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肠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欢迎收听元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ella， 今日会继续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等你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Hello， 袁医生你好。是 ,Della 好，大家好。嗯，继续我们今天这个的是怀孕期间妇女所经常遇到一些的问题啦，怎样可以用那个同类疗法呢来到帮助的。那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关于辐射啊，我是啦。吐泻啦，咁但一般嘅吐泻冇所谓嘅，咁但系咧喺怀孕期间吐泻咧，有时好啲人惊住，哇会唔会流产啊？系会唔会大力都就推咗出嚟个 B B？ 系啦，所以啲人会特别紧张嘅，咁所以同大家即系介绍一啲工具啦，好嘅疗剂啦，系处理呢方面嘅问题啦。好啦，咁第一个疗剂咧就系嗰个洋甘菊啊 ，Chamomile。咁洋甘菊咧呢个咧通常咧就系腹部咧就会。有种绞痛啦吓，咁、啊、通常咧嗰、那个粪便咧就会有黄黄绿绿嘅，好似咧就好似切碎嘅鸡蛋吓、啊，即系如果你呢种咁嘅症状啊 ，Chamomile。好啦，另外一个疗剂咧就白头翁啦吓 ，Pulsatilla nigricum 白头翁。咁、啊、通常亦都系啦，会腹部会绞痛啦，咁、啊、嗰个粪便咧都系黄黄绿绿啦，系水汪汪啦，咁同埋咧嗰条脷咧就好似有啲。好似好 slimy， 即系好似滑滑潺潺咁样嘅，咁同埋咧系有啲苦嘅味，嗰个味觉啊，咁同埋咧白头翁系唔会口渴嘅吓，即系佢通常佢唔多口渴嘅，咁同埋症状咧，通常咧近黄昏近夜晚黑咧会差啲啊，呢个就系白头翁嗰个症状啦。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 Dulcamara 欧白鹰啊 ，Dulcamara 咧通常咧系可能操劳咗。啊，或者咧係受寒，咁亦都好多時候咧係同個天氣都有影響嘅。啊，歐白鷹咧個天氣咧通常咧就比較潮濕凍啊，咁如果呢種嘅情況之下咧，出現呢個嘅吐瀉咧，就可以用歐白鷹。咁當然咧最簡單就係操勞咗之後，跟住咧個人好怕凍嚇嚇，咁、呢個就歐白鷹啦。好啦，另外一個就硫磺啦，硫磺嗰種個症型咧通常都好低嘅。之后咗起身咧，第一件事咧就嗱嗱声声去洗手间嘅，佢唔系话痛嘅，啊，只不过咧佢就要好急要去嘅，啊，咁每日朝头早咧系习惯到咧一架起身床咧，第一件事就去洗手间大便啦，啊，咁系完全冇肚痛嘅。但系佢呢个，但系呢个大便出嚟就系即系腹泻嗰啲咁样样。系啦，都有啲大便性嘅，啊，即系好多时候都系啲大便，即系唔系只系。即系唔系只系一普通嘅粪便嘅吓，佢真系有少少系腹泻呢种咁嘅症状，咁即系有少少急嘅吓。即系第一件事咧，冇讲咁多，乜都唔讲，唔去刷牙洗面，第一件事入洗手间先。咁呢个就系好典型嘅硫磺嘅腹泻嘅症状。好啊，咁啊，虽然咧好似咁讲咧，就系话咧，腹泻即系成日都常见到有嘅啦，咁但系咧有时都。要处理先得噶，即系好似头先讲最后嗰个硫磺噶，哇！你朝头早一起身，哇，冲入去咁即系唔知你几时起身噶嘛？咁唔知个洗手间要成日喺度准备俾你咩咁？咁所以咧，遇到呢啲问题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原来采用呢个同类疗法咧，好安全、好有效咁样咧，就可以处理咗个问题啦。咁先达到我哋咧系元网台直接呢个自然疗法与你呢个节目咧，就希望大家咧都可以享受健康快乐嘅人生，尤其是如果系怀孕嘅妇女。啊、遇到呢啲嘅问题嘅，咁快脆处理咗嘅，咁就唔需要再担心啦。喺成个40周里边怀孕嘅时候咧，都唔需要咧系作任何担心，可以健健康康咁样样咧去将嗰个养育个 B B 啦。咁所以咧，但系听咗之后，大家都要咧系常备咗啲疗剂喺屋企度，遇到问题咧就即刻可以去解决到佢啦。吓、啊，唔系话到时先至去。揾个医生或者先至去揾个疗剂咁样样啦，咁所以咧就可以大家咧系常备咗喺家中度，有备无患。
多谢袁医生今日同我哋嘅分享。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预约会诊，电话号码系25773798。想了解翻或者系查询翻头先提过嘅疗剂或者其他嘅健康产品，可以联络六创意健康店，电话号码系2882-4848。海外嘅听众亦可以透过 Skype 同阿袁医生做一个网上嘅会诊，可以 email 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如果想重温翻我嘅节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www.sourceadio.com， 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噶啦。好，今日唔该晒你，袁医生，拜拜。多谢大家收听，拜拜。